如果把这张 CD 送给陈浩，他会不会感动，然后接受我表白啊？你喜欢陈浩？除了秀珍，你是第二个知道的人。阿浩选择了秀珍，你就死心吧。为什么是我死心？是他背叛我啊！我明明跟他说过我喜欢陈浩的。哎，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？周怡啊，哦，他现在蛮亲切的。 原创强档，爱屋及乌，每逢星期之四晚上9点30分，8度空间，大家宅一起播出。